我还是用我强大的个人魅力把他留下吧。啊，不好了，我朋友他晕倒了。晕就晕了，多大点事儿？没看见我这儿正忙着呢吗？有人晕倒，让我去看看。哎，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了。这看管病人本就是我的职责，既然让我遇到，就必须去看一看。这臭小子，竟敢耽误我的好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大姐，你看，